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交出庆纳公司的账本，我饶你不死。参见贝勒爷。你说谁来保这个黄冈？平时那些镖局可都不大听话。明天就是五大镖局赶山夺魁的日子，按规矩，哪个镖局的魁首拔了金魁镖旗，当了大把式，就由哪个镖局来保这趟黄冈。论武功，论人品，坤爷您当拔头筹。坤爷您一口单刀压陆林，甩头一子震乾坤，南西北六十三省，功盖镖行第一人呐。说的是，说的是啊，是是是，就是啊。其实大家心知肚明，这是宰身设的局，谁来压这个黄冈，那都是死路一条。大力西南，嘿，今儿的眼花有了。锣鼓瑟瑟的打挂出仙，这不准不要钱，请神驱鬼能捉妖，婚嫁丧葬保平安。嗯，
是谁挡了我的道儿？别说话，本师掐指一算。不用算，是你大爷我。挂的表儿，表儿爷，这莫非是我给您打的卦不准？准，真是够准的。你算我戴绿帽子，我媳妇儿果然背着我偷汉子。准就好啊，你算的准也不用到处跟人家瞎嚷嚷。你让我怎么在我兄弟面前做大哥？今天我非撕烂你的嘴不可。哎呦，没事吧？金瞎子，我今天要不给你打出屎来，我是你孙子，给我上。哎呦，没事吧？哎，这孙子是庄子侠，给我追。哎呦，站住！镖师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今年顺友镖局夺魁，依然是志在必得喽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顺友夺魁了。就是，本来这个赶山拔魁就是走个过场嘛。啊，走过场，没有过硬的本事保不了黄杠，不仅自己要丢了脑袋，还会株连镖局。我倒是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有几个脑袋敢走这样的过场啊？站住！我站住！站住！你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快点！没大没小的，老镖师得让着新手们先走。诸位，你们先请。哎，你们请。顺友镖局是去年的魁首，你们先走。走。多谢诸位抬爱，礼尚往来，更该你们先走。请。哎，不，你们先走。你们先走。怎么开着枪了？站住！看你们跑得没劲，那大人让我过来给你们加加油。跑得慢的，别怪枪子儿不长眼。快跑！站住！启禀大大人，魁首们马上就到。
二爷，哟，别让你大爷，那边追。哎呀！扰乱会场，罪该万死！胡枪手，顺友镖局总镖头塔坤拜见大法师。大法师，你说这个混蛋玩意儿是你们的大法师？谁拔了金魁镖旗，谁就是大法师。拜见大法师！拜见大法师！拜见大法师！怎么回事？大法师？各位爷，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。我可没见过你这么大的屁。各位爷，我这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扛，文也不行，武也不会的，何德何能当这大把式啊？您几位行行好，另请高明吧。啊，哎，这个大把式啊，非你当不可。大马巴，您跟金爷说说当大把式的好处。好嘞。人生在世离不开衣食住行，咱就先说着穿。话说金爷，您是头顶马聚圆，脚踩内连升，身穿瑞福祥，腰缠四大红，手戴祖母绿，眼镜挂鼻梁，您呐是步步高升，福瑞吉祥。说完了穿，我再给您说说这吃。吃的是全聚德的烤鸭，正阳楼的螃蟹，红冰楼的鸡茸鱼翅，外带炒爆烤的清真大菜，没有的咱们可以给送过来。等菜上齐喽，给您拌上，您边吃边唱，请十三绝给您当配角，旧牌穆桂英挂帅，吃几口烤鸭，唱几句京剧，再请个法兰西的洋人给您拍成洋片，名字就叫人生如戏，吃饱演好。穿和吃都说了，该给您说说出门的排场。这出门的排场我倒不是很在意。那您在意什么？我要报仇。就这么几个嘎杂子，你大可以快意恩仇，尽管打，不用担心。我，哎，你打呀，来几个脆声的。哎，姐姐姐，您给我来几个痛快的吧，这几个巴掌抽不坏，你老要是这么吓唬我，哎，我真受不了啊。我知道你有个老娘，守寡二十多年，把你养大，不容易。拿点钱去做点买卖，过安生日子去了。这就走了。
不打了。以德报怨，这才叫高级，爽。怎么样，金爷？这回体会到当大把式的好处了吧？不过，我还有个问题啊。您说，这既然当大把式这么好，你们怎么都不当啊？这，金爷，金爷，哎，不是狗，是我，郭大扁啊，金爷，我想好了，我再也不在街上瞎混，当什么卡嚓子了。哎呀，以后我就是您徒弟，您就是我师傅。哎，您看，我连家务事都带回来了，忙不忙？我这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。哎，您是大把式啊，谁敢欺负您老人家？以后啊，我就鞍前马后的伺候您老人家。大把式已经跑了，没人能接这趟镖了。带上来。坤爷，您的大把式，我可是亲自给您送来，所以这趟镖，你们必须得记。说过了吗？凤凰三点头。啊，对。三点头。凤凰。你真是个棒子。吼！喂！呼！拉褂子，开香堂，顺友镖局，起镖了！胡宝，都安排好了，都安排好了，保证一个活口也不留。
法师。哎呀！山有贼，快去抓贼呀！是，立马站桌。嘿，这句你倒是用对地方了，这是把风的，再往前走就该遇上正主了。好在出去用官奔张家口，再过喜峰口、沙湖口这一线的山寨，咱们都有交情，不用惊慌。请送辆龙凤刀。这怎么办呀？别慌，先对点子。对，我的江湖黑话宝典哪去了？哦，当家的辛苦，在下是有镖局，今天穿的是朋友的衣，吃的是朋友的饭，这我乃线上朋友，你是陆林兄弟。这你在林里，我在林外的，都是一家。对，都是一家人。谁他俩跟你讲？爷爷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，四海为家。不对呀，这是要开打的阵势。是，看来今天是非打不可了。这，你们跟陆林好汉不是有交情吗？啊，人心不古，现在的交情不好使。弟兄们，站稳了桩子，狗来了，亮条子扫，海片子咬。金爷，看来咱们这次非要开场不可了。废话，这土匪能是来过家家的呀？护着大把式，没事，有我呢，有我呢。别上去，你们三脚猫的功夫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。谁是扛旗掌标的？坐。来，劫镖讲究的是效率，能到手尽量别吵着，是吧？你看我的。他娘的挺仗义啊，爷爷看你能仗义几回。看牢牢的，放手。住手。是他们镖局抓我们来顶杠的，你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吧。哎呀，小子，认栽不？认，这谁见了你手里的二十半，不都得认栽啊？丢人！
说你呢。去，把那箱子打开。寨主，这样贸然打开，是会惹得咱们主顾不高兴啊！他妈的！老子出生入死结的镖，这箱子里面的金银财宝当然有一份。不能开箱。封条要是坏了，坤爷他们都得掉脑袋。嗨，你先保住咱们自己的脑袋再说吧。来来来，当家的，我来开。您先帮我把绳子解开呗。哎，大寨主，给我也解开呗，他是我师傅，我给师傅打下手，来，给我解开，滚一边去。天师镇鬼符，你，师傅，你咬我干什么呀？看你是童男子儿，阳气重。哦，啊？哎，管用哎。等我请来三清祖师，再来收拾你这个妖孽。跑！妈呀！哎呀，你快点！哎呀，慢点。
咱们现在怎么办呀？让我想想，能不能退镖啊？退镖？黄杠都诈尸了，还指不定在哪作妖呢。对呀，就是告诉纳图，这镖咱保不了，退了。退？咱们拿啥退呀？哎呀，跑了不要紧，咱们这么多人，我师父他老人家又有抓鬼镇尸独门绝技，还怕抓不住一个妖孽呀？不用抓，我在这儿呢。阴魂不散啊！别动。师傅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，连这东西都敢摸。你才是东西呢。哎呀，他是活人，大活人，你们看。你摸够了没有？他是黄杠，把他捉住我们就能退镖了。哎呦，师傅，你这波也太大了吧！哎呦，快上啊，把黄杠捉住，别让他给我跑了！对对对，快上黄杠，快上，上啊，兄弟们，快上啊！好疼，腿。再来，我捉捉他。老大，要不要我往你脸上喷一口酒，去去邪气啊？去你大爷的！老子整天这么出生入死，还不是为了你们这帮兔崽子？吃斋念佛我行，你们行吗？啊！别动！啊！赶紧的。快点走，别磨蹭。黄杠，你叫谁黄杠呢？姑娘。姑娘这两个字也是你叫的？姐，歇会儿，我走不动了。哼，再贫嘴，我拿棍子抽你。丢人！你们也没好到哪去。堂堂顺友镖局，竟然给宰深和纳图当走狗，还有什么资格讲脸面？嘿，你哎，这镖局保镖天经地义啊。你们都让宰深和纳图给骗了。这么说，你不是宫女儿？宫女儿？对啊，因为被皇上宠幸，怀了龙胎，结果让皇后娘娘关在箱子里面，扔出宫的。你才是宫女呢，你全家都是宫女。你别骂街呀，这话不说不明，理不辩不清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怎么给人装箱子里的？纳图，又为什么让我们保你这趟活镖的皇冠？小孩没娘。说来话长啊，快走。姑奶奶，你这够贫的。走吧。大爷，大爷。终于来了，今天这事儿兄弟跟你好好说到手。本来吧，这一千两那几个镖那肯定是没问题，是吧？但你没说这箱子里是女鬼呀。这么说，箱子里的货你们都见过了？看见了，要不然能给我吓成这样？那女鬼和那些镖师呢？跑了，都跑了，要不然不敢回来呀。哎，那也，今儿这趟镖，兄弟没功劳也有苦劳吧，是吧？你得加点钱，加点。你刚刚说要加钱是吧？啊。好啊。你要多少，我都会给你。我会让你。风风光光的上路，啥意思啊？站住！哎呀！
你们一群废物，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。 咱们这儿干等着，不进去就我师傅。我这腿上有伤，就凭你能打得过那个母老虎吗？你是东北总督苏世昌的女儿？不像。这哪有这么爷们儿的大家闺秀？就许有你这样窝窝囊囊的大把式。 就不许有我这样武功盖世的千金小姐。哎，说点正事儿。你让我说我就说啊，姐姐我累了，不想说了。姑奶奶，这事儿关系镖局上百口人命呢。嗯，好吧，看在你叫我一声姑奶奶的份上，我就给你讲一讲。自从咱们大清国签了辛丑条约之后。 这卖国求荣的庆亲王徐胤，便开始集内外大权于一身。他在背后主使他的儿子载湛和巡城御史那图对内卖官鬻爵，对外勾结洋人走私鸦片、贩卖人口，所以被别人叫做庆纳公司。哦，这之后呢？我爹为了扳倒庆纳公司，一直想告御状，只是苦于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。加上庆亲王。 在京城内的党羽众多，我前脚刚进城，后脚就被他们知道了。所以你为了找证据，就被人关箱子里了？不是我打不过他们，是他们的手段太卑鄙。那证据是什么？账本，庆纳公司的账本。我还有个问题啊，你说，载湛干脆一刀把你杀了不就得了？ 干嘛招我们押镖啊？他们害怕我爹啊！我爹可是封疆大吏，如果我死在载湛那个王八蛋手里，我爹肯定是要为我报仇的。到时候弄个鱼死网破，对他们可是大大的不划算呢。所以就找镖局来顶杠，然后中途把我们做掉，就说镖车被劫。 这样就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了。嗯，能想到这一点，说明你还不算笨嘛。所以，你现在有两条路可选：要么回北京，去跟镖局的一起送死；要么替我联合五大镖局一起扳倒庆纳公司。替你玩命，跟顶杠不一个下场吗？你们不玩命，那就送命喽，自己选。哎 其实，这我还有第三条路。哪一条？这么快就熄灯了？这进展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个男女之情吧，说来就来，挡也挡不住。 大哥，咱们也睡去吧。我这有样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多钱，大哥，你突然给我钱干什么？难道你？ 难道你想对我，马哥？我不是那种人。你马哥，我也不是那种人。这是坤爷给你和大把似的。啊？坤爷？坤爷临走前交代了，这趟镖无论结局好坏，只要结束，你俩就可以走了。坤爷还说，把你们抢拉进来是没办法，让我给你们赔个不是。哎哎。 我没想到，坤爷是这么仗义的人。那什么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替我师父，谢谢坤爷和您。那我就收下了。
走吧，二哥，我伺候您歇着去，以后您有需要尽管找我，我随叫随到。哎呦，我这腿，哎呀，我扶着您，走。想跑？你敢非礼我？我不会非礼你，但是我会一点儿一点儿的折磨你。大丈夫立誓，靠的是真来真的呀你！啊，姑奶奶，啊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，你说啥我都听你的，听我的。是是是，那好吧，说话要算数哦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这是我秘制的含笑一步颠呢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以为你拿个羊屎袋就能糊弄你小爷我？哼，嫩点儿。不信，走一步试试。我怕你。哎呀！只要你帮我拿到清纳账本，我就给你解药。你这也太狠了，我看你没比宰师好到哪儿去。哎，完了，先去睡了。哎，苏姑娘，姑奶奶，你倒是给我解开呀！一个活口都不留，做完以后把客栈烧掉。磨蹭什么呢？杀个废人还闹出这么大动静。说你。早知道你会来。
疼。师傅，快走！他不会白死，不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贝雷爷，养只鸟不会叫，留着有什么用？奴才该死！他们不死，你就得死。大马巴说过，镖师一生走南闯北，要是客死他乡，不管路途有多远，都得有人把他带回去，这叫落叶归根。可是我们连大马巴的尸首都没能带走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当然是你连累了我们。你们王公贵族每天吃饱了没事干，喜欢争来斗去，可大权落在谁手里，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？师傅，喝点吧。哎，苏姑娘，是我不该拖累你们，你们走吧。走？怎么走？你可以回去找你爹，我们呢？镖局的人呢？都得给你成垫背的。我会找我爹想办法救出镖局的人。从现在起，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苏姑娘都这么说了，那师傅，咱走吧。哎呀，走吧，师傅，咱们两个相依为命，闯荡江湖去。
把解药给我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，你就敢喂我吃那什么含笑一步颠啊？骗你的。我喂你吃的是羊屎蛋。啊。这不是毒药，我就放心了。素璇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哎呀，完了，吐得我腿软，走不动了。郭大美孩，你自己走吧。不是说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们两个想故意支我走是不是？你们以为我是来打酱油的？我告诉你们，没有我，你们连北京城都进不去。没错。那图现在肯定在京城，等着咱们自投罗网呢。瞧见没，师傅？离开了我，看谁来救你们。这么说，你也不走了呗？我挂的表，行走江湖，靠的就是两个字儿：仗。不过啊，这个票子我就先收下了，这活儿啊不能白干，对不对，师傅？辉爷，都安排好了。慢点。那您怎么办？帮个忙，帮我搬一下。总得有个看家的。可是，万一那图他们……我宁可死在这儿，也不能辱没了咱镖局的名声。那边还有，走。坤爷，兵长孙来了。快，先让夫人和家眷上车，从后面走。是。关门。那大人吉祥。听说坤爷准备开溜了，所以那某特意来送送。他们回乡下祭祖，我会留下。祭祖？可以啊，只要坤爷留下一样东西，他们都可以走。什么东西？脑袋。这么说，那大人是真不给活路吗？怎么着，坤爷是想要反抗？那正好，如果你反抗，就是造反，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杀了。不但无过，而且还有功。横竖都是死。坤爷的武艺高强，自然是有的一拼。可是他们呢？塔坤，你敢反抗？你反抗一下，我就杀你一个家眷。还反抗吗？什么时候你把苏洵和大把式的人头带给我，我就放了你的家眷。否则的话，你就等。
收尸吗？全部带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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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少，啊！停停停停停停停！停！哎，俊爷，巡城御史那当然有料，盘查一切可疑人等。俊爷，这车里吧是女眷，不太方便。滚蛋！不让查，把你们全都收押。哎呀！哎，等等，欢迎，见过这个人没有？夫人呐，哎，有位军爷啊，非要看看您，拦都拦不住。嗨，夫人我花容月貌，这谁见了不都得多看我两眼呢？推车了，柱啊！哎，问问军爷，咱能走了吗？滚！得嘞，军爷，多谢啊！赶快滚！得嘞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多谢军爷啊！夫人，您坐稳喽！滚！走。姑奶奶，还没到地儿呢，你怎么起来了呀？再不出来，我就要熏死了，没洗脚啊！师傅，你说，出去散布消息，就是坤爷不好了。师傅，咱们可以走。坤爷临走前跟大马八交代了，说无论这趟镖结果好坏，只要完事儿了，咱们就可以走。坤爷还说，把你拉进来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向你赔个不是。护者大马士，快走，保住镖局，快走！大马爸不会白死，坤爷的仇也一定要报。但是报仇不能心急，
眼下咱们在暗，那图和宰深在明。利用这个优势，我们要先了解对手。据我们这段时间对宰深的跟踪观察，庆王府守备森严，暗杀行不通，而且他每次外出身边都有高手保护，硬来根本就是以卵击石，但是也并不是没有破绽。这宰深呢，是八大胡同有名的恩客，最近他迷上了宇翠楼的头牌柳兰娇。这柳兰娇色艺双绝，妇孺皆知。我们查到她原本姓耿，是汉军正黄旗耿平中的后人。庆亲王以莫须有的罪名害得她家破人亡，年幼时就被卖入青楼做了风尘女子，这些年一直忍辱接近宰深。我猜想她或许另有谋划。要报仇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尽可能的接近敌人，这样才能找到破绽。挂大扁，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安排进宇翠楼。那没问题，那可是我的主场。进窑子？放心吧，苏姑娘，以你这半男不女的姿态，我觉得绝当不了妖精。哎，苏姑娘，我另有安排，你把我安排进窑子就行了。我觉得以你的气质、风度和谈吐，完全可以胜任宇翠楼的首席大茶壶。现在的下人可真是没规矩，连本姑娘的闺房都敢进。柳小姐，你本姓耿，汉军正黄旗耿平中之后，庆亲王以莫须有的罪名害得你家破人亡，又经宰深之手将你卖入风尘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柳兰娇。你想干什么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你对宰深刻意逢迎，想干什么？柳小姐，其实虽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家仇必须要报，倒是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柳小姐，您别激动，咱俩现在是一头的。你也跟秦王有仇？我想为自己跟兄弟拼一条活路。我这儿啊，刚得到最新的消息，再过两天，那图就会把镖局的家眷运往城外秘密处决了。咱们的机会来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劫镖？我不但要劫镖，还要一箭双雕。挂大扁，怎么着，师傅？去给我找几个佛爷。要偷东西啊？不。这我就奇怪了，坤爷死了，顺友镖局的人下落不明，是谁在装神弄鬼？咱们五大镖局说是义结连理，可是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许是坤爷怪咱们见死不救，所以才阴魂不散吧。反正也来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灵，手头一紧，正乾坤。如果舍友没了，你们觉得你们还能保全你们的镖局吗？老万、武常、海镖主。我问你们，五大镖局解义联盟是不是空话？不是空话，不是空话。可是坤爷，您不是已经……还有谁能带我们反抗翻身呢？天道昭昭，冥冥之中早已出现了帮五大镖局渡过难关的救星。救星，金戈铁马，天星望雁。金戈铁马，天星望雁。金天大马士，到底是坤爷选定之人，必是可信。这次我们就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弥补我们心中的愧疚。对对对，我们一定倾力相助。我们以力相助，万死不辞。白老爷，奴才猜想，这四大镖局的人肯定是早就串通好的，所以他们才能化整为零的溜出京城。化作是条看门的狗，都比你管用。奴才马上派人把他们追回来。省省吧，既然镖局都已经没了，那些家眷全都做掉。可是我走了，万一苏洵他们趁机作乱，苏世昌扳不倒我阿玛，那个疯丫头就拿我没辙。贝勒爷说的是。倒是你呀，那胆儿没有一件事干得漂亮。贝勒爷，这次押镖抄斩绝对万无一失。贝勒爷，这是柳小姐托人送来的。告诉柳小姐，我今晚就去。哎，你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呢？我，那大人，如果这次再出什么岔子的话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这。
贝勒爷，你先别进来。淘气鬼，你今儿个又要玩什么花样啊？啊？奴家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？说。贝勒爷身边总是带着那个凶巴巴的傻大个，您就算想与奴家云雨西霞的时候也让他守着，可真心让奴家觉着别扭。有什么可别扭的，当他不存在便是了。奴家虽沦落风尘，可终究是个女子，羞耻之心还是有的，并且奴家更怕心不在焉的时候伺候不好贝勒爷，要是没了贝勒爷的宠幸，奴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今儿个就依了你。大人，出去。是。谢谢贝勒爷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快走，快走。这打竹板进街来，一眼见这个花柳牌，它是青的砖，金的瓦，朱漆的大门两边开，好似那天门孔雀台。皇上，唱得好了，说不定大爷赏你俩。这位爷，赏我俩大耳包子，赏你俩大耳巴子。这要说打就说打，这东吴老将有黄盖，就有那周瑜把他打，这对也打，错也打，在身他对该被痛打。买官鬻爵骗皇上，走私鸦片是犯天良，找死啊！怎么着，还不准叫花子我说实话呀？信不信把你抓起来？嘿，梁伟爷，先抓着再说吧。站住！你们站住！贝勒爷，奴家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好你个小蹄子，我就喜欢你这个调调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再去钓鱼，你们两个可给我说好了。放心吧，扁爷。哎，兰秋，你这脸上胡子，你们是谁？信不信我杀了你们？我已经被你杀过一回了，你忘了吗？八年前，耿家一时三口被灭门，耿家女儿转手被你卖到了关外。这八年来，我忍辱偷生，重返京城为的就是这一天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啊？想不起来没关系，今夜我给你提个醒儿。讨厌，贝勒爷！啊！贝勒爷！贝勒爷！这一锤是替柳姑娘打的，这一锤是坤爷的，这一锤是大喇叭。哎，别打了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别打了行吗？我还没替我自己打呢。你别打了，我一会儿好好行吗？你只要不要我的命，你要什么我全都给你。把青纳账本拿出来。账本？什么账本？别给我装糊涂！好，我给，账本在我府上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来。别拿了啊！
就凭你们几个傻孩子啊，还想算计老子？等爷爷带兵过来，把你们全部给灭了！哎呀，臭婊子，你们都等死吧！ 贝勒爷口谕：所有塔坤的家眷，一个不留。动手！给我杀！兄弟们，冲啊！杀！ 天成谕，皇帝诏曰：兹有和硕庆亲王其印，伙同长贝勒宰身，寻城御史纳图，经营庆纳公司，营私舞弊，祸国殃民，为正朝纲，则宰身纳图杖八十，悉数查抄庆纳公司赃银，以充国库。和硕庆亲王教子无方，罚俸50万两。 钦此！阿玛，阿玛救我！阿玛救我！阿玛，阿玛救我！师傅，你们两个慢慢聊，我去前面等你们。驾！ 我爹说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奖赏，他都可以给你。我虽然没有多大本事，养活自己还是够的。
那你想不想见见我爹啊？见你爹做什么？那当然是。是什么？是。你爱见不见？我走了，别送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打江湖来，自然回江湖去了。